嘿嘿嘿！哦，这是个啥？这是钱呀、啊！大白天的捡钱了，真是运气好啊！你把酒瓶给我放下，这可是我的道具。哦，这是你的呀？我还以为我大白天走公司运捡钱了呢。那是我做游戏用的。游戏？你这个游戏是咋玩的呀？两边套酒瓶有线，套中哪边就拿哪个钱，一直套，一直拿。嘿，妈呀，这个好呀，我试试。一次十块，给你扛。那我就套了啊！等等，再到这一米远的地方。老板，你这也太远了吧，根本套不中啊！不远不远，你想啊，套中一个200，套中两个就是400。嗯，行，你看好了，我在千里之外都能给你套中。哎呦我去！你这也没中啊！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话都有点打脸。一把10块钱是吧？行，我就当买盒烟了，那手机支付款。哼，我摆了这么久的摊也没几个能套中。套酒瓶游戏的啊，1个10元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对，就这样，走吧。你看啊，拿这个盆子站这儿套这啤酒瓶子，你套着哪个你就拿哪个啤酒瓶子上面的钱。哦，套几个都行吗？一直能套上就可以一直套，1次10块钱。哼，这个简单，手拿着，给你100。哎呀，大帅，你真厉害啊！捡棚子去。好嘞。100。200。我的钱。走你。哈哈哈！又是100。钱是我们的了，钱和瓶子都归你，可是我能喝点啤酒。好嘞，拿拿，拿过来。我也不买棒啊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哎，好几天没人买我的雪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。有了哦，雪糕啊，各种口味的雪糕1根100，有意思。老板，都有什么味道的？各种口味，想吃什么口味，绝对给你做。哎呀，口气还不小，那给我来个夏日爆辣口味的。好，等着。怎么样，这个味道相当的可口，来。冰热冰热的真好吃，这个100只给老板。再来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各种口味的雪糕1根100了啊。老板，有没有治疗头痛发烧的雪糕呀？什么发烧？有，稍等一下啊。好了，尝尝。嗯，好吃啊，我感觉头痛都好多了，老板。哎呦我去。哎，美女，这是我独家调制的调料，回去泡一泡就好了。老板，你人真好。好，给你钱。再来啊。哦，好，我走了啊，老板。哎，各种口味的雪糕啊，尝一尝看一看嘞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哥，我要那个车。嗯、参加找不平挑战赛，找出5个奖励1辆车了啊！这个车人家不卖。
我不管，我就要，我就要啊！行，熊孩子，走。参加找不同挑战赛了啊！找出五个，奖励一辆车了啊！你坐里面。老板，你这车怎么卖？我这车呀，不卖。参加挑战找不同游戏，黑板上的这个，找出五个不同呢，车奖励给你。找不同。这两张图一模一样，怎么找啊？你真想要这个车啊？嗯，参与费100，给你。这俩小孩长得一模一样的，我来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这里。第三个，这里。哎呦我去！第四个，这里。第五个，滚！你这是找出来了？那你看看吧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钥匙，给你。走，哥带你兜风去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，这什么怪物啊，走来走去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你好，机器人。你好。你这是干啥的？我是智能西瓜贩卖机，您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，摇骰子，摇到几点就可以吃几口西瓜。这游戏可以啊，来来来，我玩一次。参与费10块钱。哎，好好好。给。好，请开始吧。这怎么才一口啊？吃一口。我都花了10块钱了，就吃一口，就送我一口呗。你们人类的游戏规则原度复苏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这怎么才一口啊？我等你。这下我能好好吃了，给你钱。请开始摇骰子。好。哈哈，机器人看到没？666。你运气真好。那是，我继续了。哇塞，又是6啊！恭喜你！哈哈哈哈，又是6！恭喜你！你太厉害了。嘿嘿，我也觉得。你好，请领取你的奖励。嘿嘿。哇，妈呀，这么大个西瓜，这能吃多少天呢？敢在这儿卖西瓜，也不打听打听我油哥。谢谢啊，机器人。智能西瓜贩卖机为您服务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加个关注呗。请进。老板，我找你有事。坐吧，有什么事就说。我要辞职。滚！辞职？给我个理由。无尽彻夜难眠，苦闷于心，
心想博尔。还有什么？说人话。经理，我最近睡不着觉，非常的苦闷。为什么苦闷呢？是因为公司的工资太低了，而现在物价又太高。哎呀，说半天还不是因为工资低啊？说说吧，辞职以后准备干嘛去啊？辞职以后，我准备带着你拖欠我2年的工资去旅游。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姑姑，要是我能帮你实现这个愿望，你是不是就不用辞职了？你现在也知道公司的情况发展不太好，也正是用人手的时候。老板，现在公司里面就咱们两个人，任何时候都缺人手。说你要是能带我去旅游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留下来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果果，不是世界这么大，你想去看看吗？来，就看我这个，不仅能看，还能转呢。想去哪？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我说的是去坐飞机的那种看看，不是这种啊。坐飞机是吧？调好了。当当当当！你呢？你的飞机？尤总，你欢迎乘坐尤高号飞机。这座航班呢，就有您一个人。无论您是想坐头等舱还是经济舱，您都随便。第一站想去哪？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。我不辞职了，行了吧？在这公司待着。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翅膀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